给你一千，能不能给我女儿当一千保镖？这书咋了？这是，你女儿出什么事儿了吗？走，你跟我来。哦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1108的宋先生吗？我到你定位的这儿了。我去10点到。啊，先生，您这离市区挺远的，我这电动车也没电了，要是不接你这一单，我也回不去，要不你再考虑一下吧。 魂牵天花乱坠的行动，还获取这个药。狼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家就在上边。你这个拿着吧，你对象呢？ 他有点事儿，狼哥，谢谢你啊，但这个真不能要。有什么事，得你大晚上的盖代价。爸，你咋来了？当初他领你走的时候是咋说的？你看看你现在过的啥日子。爸，我其实我过得挺好的。好。 什么是好？他人家哪里？你带我去找他。哎，他不心疼你，到知道心疼他自己。爸，我这又带你去找他。你倒是知道心疼他自己。爸，我这又带你去找他。快点让我就关门了。哎，你要东西给你放这了啊。哎，麻烦您了。这最后一单有点偏，但我看着单价高，我就接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王老板，您是不是肩膀不舒服？其实结了婚以后，他过得也挺累的，有空还要去跑外卖。吃吃酸痛。哎，这叫什么？哦，吃人也病啊。这个是我媳妇儿给我买的，之前我腿跌伤了，也是用的它。天河牌普通贴刀。哎，我听说过，要不快点拿。哎，别客气了，王老板。哎，老张。哎。 你托我给你媳妇买那个补气血的，哎，比他娘，看你抠搜的，哎，比你老婆还挺大方的。我媳妇儿跟我受了不少罪，吃了不少苦，这才拿到俩。那他也不能让你。爸，其实他不知道我去跑代驾。结了婚我才知道，一个家得两个人一起奔，一起扛，这个家才有盼头。爸。 酸甜苦辣一起品，粗茶淡饭一起尝嘛，人家俩过得不挺好的吗？那是正好的时光，爱上刚好的对方，命运一声不响，等我们走上，赶紧走吧，你先回家，还不快点儿！